你出现的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我想对某人说的话已经想好了。有些美好的瞬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，比如这一刻。我在等你，而你又在等什么？来吧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特邀嘉宾。面对你，我的喜欢无处可藏。带你一起走这件事，我从不犹豫。我想邀请你参与我人生重要的决定。未来的模样，从遇见你开始，我就知道了。你未来的一切，我全权负责。